一举一动遭人注意，人体监视器让人喘不过气。我自己的那个粉丝专业啊，然后就有人留言说我是你邻居，两点了你还不睡啊？你那个车吼换过吼？然后我说车换过，他说对啊，你本名宋一璇吗？我就是要查过啊。坐电梯下来的时候，邻居就说台公里长点中庭好多阿璇安排。我说啊你怎么知道？他说啊的保全啊。你买得点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